那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只要这样子差不多就可以。但是如果说你还要再精致一点的话，是连头顶都要修。哦，它现在看起来会有点，对不对？飞顶嘛，就是两边会比较翘，所以你要的话就是连头顶一起接。接下来的那个宠物展，宠物展有很多退役犬，然后会给人家去认养。然后呢，那个狗呢，我们是现场帮它洗澡、顺毛，还有剪。所以呢，像你们会拿剪刀的可以去，因为那个剪啊，造型是你们自己决定。你们剪好，那个人领养的，那个是有人认养才会再带过来洗澡。然后洗完了，把它自己剪一剪，你自己试着去剪。那剪坏掉的话，我会在那边嘛，我帮你修。在那边笑，就气呀。所以等于说是一种实习的机会。那皮卡丘。走动吧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头。头顶啊，耳朵，耳朵这里会有圈，然后包括它整个颈部背线的毛稍微修一下。哦，你们发现我这个地方很少剪，是因为我让它连接下来，所以不要剪太多。下部线不要连太紧。什么？就感觉头很强耶，头超立体的。都三 D。超三 D。概念搞懂之后呢，就是实际操作，一定要有，一定要有实际操作。想要会剪，就是要实际操作，你才可以累积经验，然后很快速的完成。所以我这样子剪完没有一个小时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可以赚到。